熊玩具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童玩具。快看，我们的贝利亚来到了玩具超市买玩具了。他会选择哪个玩具呢？我们就从这个先来吧。我们的贝利亚选择了 AR 魔幻战斗卡，里面可是有奥特曼卡片呢。一起打开看一下吧。现在我们就把卡片打开。讲讲我们拿出来了，有好多的卡片呀，我们快来看看都有谁吧。首先第一张呢，是我们的奥特之王。最爱帮助人的佐菲奥特曼。下一张是我们的赛罗的父亲赛文奥特曼。人银河奥特曼，下位呢是我们的赛文奥特曼的儿子赛罗奥特曼。这是赛罗的师父雷欧奥特曼，他呢也是赛文的徒弟。宇宙超人奥特曼。黑暗迪迦奥特曼，这个是我们的杰克奥特曼。梦比尤斯奥特曼，他是奥特之父派遣于地球的一名宇宙警备队黑人。最后一张是我们的戴拿奥特曼。哇，我们的贝利亚拿到了好多奥特曼的卡片呢，抱回家赶紧去玩吧。我们第二位来买玩具的是我们的杰特奥特曼，他会选择哪个呢？他选择了我们的糖果机呢。快看看这个糖果机是怎么玩的呢？这里有个手臂，里面呢全是糖果，那我们要按下手臂。哇，快看这里有转动，上面有很多的图案呢。哇，我们的糖果出来了，一个白色一个黄色，让我们的奥特曼尝一尝。哇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我们的杰德奥特曼特别的开心，他要拿着他的糖果机回家了。我们的第三位奥特曼来了，他也来买玩具了，这是欧布暗夜奥特曼。他买到的呢是一个变形蛋玩具，红色变形蛋，还有小小的鼻子。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变形。锵锵，变形完成。这是我们迷你特工队的赛米。赛米呢非常擅长弹跳力，非常的厉害，所以我们的欧布暗夜奥特曼买到的居然是赛米的变形蛋，拿回家一起去玩吧。我们最后一位买玩具的奥特曼来了，这是我们的迪迦奥特曼。他买到的是一个盒玩具，一个蓝色的盒玩，打开，哇，掉出来了，这是一个蓝色的小车车，变形战车。它的车门呢是一个大大的钳子状，拥有了棕色的车轮。翻转过来快看，哦，锵锵，变形了，这是我们的宇宙忍者巴尔坦星人的变形战车玩具。我们把它的头按下去，手臂合上，又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战车。那今天我们奥特曼的玩具就买到这里了，拿回家去玩喽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点击订阅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